我准备带我老丈人一起创业了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，等一下跟他商量一下。今天就要又开始做好吃的了，做这个馅饼，孩子特别喜欢吃哈。小宁还戴口罩干啥呢？感冒了呀，嘴难闻呢，流干了，我得搀着呀。这也有点上火，这弄的是香菇、大葱、肉馅的啊，接着再擀这个皮。还有蘑菇。怎么成包子了？不是馅饼吗？哦，这样按饼哦，加入食用油，这要是啊，心灵手巧，贤惠，一锅可以放四个。嗯，咋又有点多了？菲菲已经吃上了，好吃不？啥味道？哎，好吃的味道。全是肉啊，肉好多啊！今天买了100多块钱的肉。啊，又出锅了。这个是滑面，这个是刺面，想吃要那种滑面。角，你发现了吗？最近网上摆摊的可多。你做饼做得好，要不咱俩去摆摊吧？你愿不愿意啊？卖冰啊！做的真好吃。我这冰你吃好吃，你吃不一定好吃。我觉得挺好的，不过娇娇她现在和朋友在合伙开这个服装店，也走不开。我就想着，我岳父看能不能抽一点时间出来，我们俩一块试一下。简单吧，请几天假，俺先去试一下，摆摆摊。中不中啊，爷？啊，吃吧，爷。这来8块钱。咱得随便吃一啊！非要我8块钱一个，5块钱不知道有人要吗？你看谁家伙吃多香？菲菲，恁弟吃了吗？恁弟弟吃了吗？他搁外边玩呢。好，本身我们家这边也没有地了，都承包出去了，也没有农活干啊。我就想着带我岳父去摆摆摊，卖点东西，然后做一下直播，然后再记录一下视频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因为现在短视频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时代了，如果我一个人出镜的话，可能没那么多看点，但是我带着我老丈人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。最近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很多摆摊的项目啊，当然现在还没有确定哪一个，等开始了我再跟大家说一下。谁跟你趁热吃脆了？好，你也吃个呗。我等会再吃，我最后再吃。好，看一下，这要已经做好了这么多了啊。嗯，真香，又酥又香的。吐了个口，咬蛋，看热不热。小家伙，最近又长高了不少。快尝尝。来，你也赶紧吃。你我不还。不还。黄哥，你那个底儿软的。中了，你我这不那底儿软的好吃。底儿是脆的。还有几碗？没了，这还剩了半盆馅儿，你那个料给恁。明儿个了，这都调好了，那明儿个包饺子吃吧。中了。你看这包饺子明儿个。刚刚干的。还有这么多馅儿哈。嗯。3下5除2就搞定了一个。瞧，咱把鸡儿穿的给冻死张啊！我看着，阿爸。冻张一张嘴的买的牛。谁买的这是？阿爸。丫头买的。脚买了。嗯，爸。我500块吧，这都。啊，500块。向我汇报了吗？我不想跟你说，我自己做点自己花。好，没事。这一顿你必须得给我花出去。给咱爸卖上，我愿意，我开心啊。我不是，我得给你声明一下，啊，人都是我经济独立，现在我自己挣钱的，我跟爸买个衣裳咋了？中啊，我没有说不中啊。我不想跟你打招呼。爸，跟你说个事儿，咱俩去摆摊创业吧。中啊！我爸现在在那个厂里面上班啊，一个月几千块钱工资。我跟他说，让他先请一个星期的假，跟我去试一下。真的假的吧？我爸反正无条件支持我。不是无条件，有条件。有点，我给你发工资嘛。工资不发，他不单位都不单。那你也不会亏待你的。真好吃，假好吃。好吃，好吃，就好吃。我岳父真的挺好说话的啊。其实我岳父跟我一块拍视频的话，我觉得也是一个看点，因为现在网上跟岳父关系这么好的，我好像还。没有看到啊，比较少啊，并不是说没有啊。过几天我那个东西到了之后，我就带着我爸去外面摆摊试一下，边记录生活啊，边这个摆摊创业。
还有一个多月就过年了，暂时就待在家里，就不往外跑了，因为我已经两个年头没在家过年了，今年就想在家过个年。谢谢大家一路的支持和陪伴，一切都在心里啊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